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兆丰银行再度遭到美国罚款8.57亿元，兆丰金强调没有涉及洗钱。所得税法修正朝野加码，月龄30000上班族渴望不用缴税。台湾网球女将谢淑薇爆冷门，击败前球后蒙回路萨，挺进澳网女单32强。美国密西根州出现巨大火流星，流星亮度惊人，远在加拿大也看得见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